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哎，我们今天装这个排水管。一二三。哎，这里也在搭架子。一起忙。嗯。中了啦！我可好打。快点哦。又在吹牛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差你点了，就接了无线机来听了，还耍你呀？哈哈哈哈哈！要要冷，你放放电吧，放了。凉风，放电啊得。我乱，你自己搬。哎呦，这东西好贵哦！你看这是，搞你老板都妈挤掉哦，都杀鸡啊，不贼好都坏呀！那你人家用，你人家用下来人，没心痛嘛？讲话不用负责任的。不得高了，高不到了。他说讲话不用负责任的。哟，满电了。你高拦我的九字了不？大汉，你搬过来电，扛了喂，来，从组织又长。嗯，还有两面就完成了啊、哦！鸟，看你，我弟来，我来，我跟他两只茶来，你叫我哪有不是弟来？好像他丢到那边去就不是地雷一样，已经不好行走了，还有一丢丢。到底哪天是赶集日？今天呢？又过了，又要等三天了。你不等三天，那个鞋子要12块；你等三天，那个只要8块，贵4块钱。那个超市里面是12块，那个它里面卖8块，你还能给他讲到6块。那去年不是买了一双7块钱的吗？6块的吗？是吧？嗯。等两天，等两天，再穿几天就行了。来看一下这个，我们今天这个管。哎呀，这排污管两根大管，这跟大伯共用的，得要这个，这个帮大伯装的。这个帮大伯那边排水，这个是160的，这个是110的，110的肯定不够，所以160的给那里倒过去。等一下。我们把那些竹子全部给它清走过去。这里哇，你看这个搭架子，你们看一下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像咱们的房子盖那么久，还没有分享过这个搭架子。摇摇晃晃晃，技术工。刚刚干了，刚干完。我才刚刚说完，然后他就说。怎么摇晃啊？等一下绑完了就不摇了。他现在绑了个架子，一层两层，然后要劈外墙嘛，劈外墙那两面，侧面跟后面已经劈好了，现在就这两面。嗯。然后今天可能搭完架子就可以劈了。房子啊，一天一天的在做，一天一天的在干，我们每一天都跟大家分享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移走吧，好吧？嗯。我现在先把这个移走，我去。因为我的手套在那个斗车那，我去拿手套过来。Hello。这两天已经伤得不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急不？你拍呀，拿头像。不见过他再给他，昨天的红薯是吗？嗯，昨天。好，好耶。嗯。哎呦，这个好漂亮。你看，我给你带宝贝来了。你给我干嘛？我又搬不动了。大伯啊，
嗯，要辛苦我们主任了啊。明天我也刷两跤。我也不是故意啊。明天我先割手然后再摔跤。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看人家做了。啊，我们就一个看着一个。然后等阿欢来，叫阿欢摔两跤。这个叫地雷是吧？地雷要把这些东西做好，才能买管。嗯。我干嘛要穿白衣服来？好像我也没有衣服，我就翻慢一点。大伯剪头发了，他竟然不叫我剪哦。那看你没时间。我有时间呐、啊，怎么可能没有时间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又花了五块钱？十块。十块，哎呀，这么贵。哦，我有下面这下真的是有很多死青蛙，真正的死青蛙。来吧，要干主任。表现的时刻到了吗？等一下他走猫步了吗？你在走猫步，敲到大伯就好了。我要跟着他去的，看他怎么走猫步先。你看，你看，不重的吗？他左拐右拐，还能拐过去。为什么没有人这样走秀的呢？哦，有啊，在台上走秀，扛几根木头在上面走秀。他神经了。嗯，这个红薯好吃。好吃不？嗯，再倒一锅等一下。嗯。哎呦，大伯，芝麻又可以摘了不？可以啊，哎呀，这三根掉了。这个造型好看哦。这个是啥造型啊？没造型。哎，就得了哇！我好恁个好改的，哎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木头给他搬完了，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下，等一下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埋那个管吧。现在这些师傅们在那里搭架子，我们在这里清空前面的东西。把它全部清空之后，下午就好干活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辛苦大伯了，我去找水给他们喝。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，我是峰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耶耶，哈哈哈哈。